我即马是全部找地主，嘛算是有志集团的员工，所以你唔免烦恼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会当找到伊犯罪证据。其实，我是有伊的罪证。你有伊的罪证？唔敢是当当年。阮大哥是因为伊安怎死的，还佫迄几年，迄白刀、歹人，做计小事的证据拢出无。大大哥，莫着急，这是伦伦上佮家的布红啊，姜家用绝对袂去佮夹着。我着证据送的遮是上佮安全的。同志，这个毋是伦伦上佮意的布红啊，你摕这要创啥？我当然佮整理清气啊。伦伦一讲感冒，就把这身布啊烂掉掉，啊，倒不是哦，搁用嘴去甲浸，我惊伊顶面有细菌啊，所以就想讲甲伊消毒毒的，啊，才搁伦伦算啦。你在创啥？这是伦伦上班盖的布网啊嘞，这么个挂个呢？你敢唔惊伦伦伤心哦？我是惊这个保安伤久啊，内底足侪细菌，会害伦伦破病，所以我小检查一下。伦伦敢认这个保安啊？呢，今晚呢，是咩该交代啊？你莫抓准我唔知影哦，你想要收集我所有犯罪证据，放喺咱后生上喜欢的保安内底。然后等一个机会，把布红啊，甲伦伦带走，再来用这剑骨对付我。你还是我不知哦。你妈要变想啦，根本就无这款代志。拄则你妈已经有找过啊，你到底在在找个你讲的什么剑骨啊？我想好了，李母，这么赶紧嘞？赶紧就是保安啊，婷婷的，莫让伦伦伤心。那个保安妈下落，我常常笑话怎样？少怀，对吼，少怀比你早搁较清醒，就算讲会去影响到伊的智商，不过袂去影响到伊的记忆。来，一定找机会问清楚。大嫂，我只听到你气过来。我唔知我偌欢喜了，我有足侪话，足侪话想要对你讲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大汉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娶某啊，蝴蝶来，伊是我的太太，伊叫蝴蝶，有水无？大嫂，你可能无识识我。啊，不过我对你足熟悉的，过去我嘛是你爸伫实验室研究员，甲伊做伙做研究，爸爸照顾过你。是啊，伊在结婚之前，我照顾过你，还有少怀，一直到少怀醒过来。大嫂，我对不起你。少怀，
恁大嫂醒起来是好代志啊！啊，你是第一鬼安怎啦？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妈，你莫甲我动啦！当年那不是我爱生，抱伦伦偷偷住大嫂的车，伦伦今麦搁我嘞。大嫂，我一直无机会甲你回信嘞，今麦你去啊，我总算有机会甲你回信嘞啦。大嫂，信嘞，信嘞。这不是你的不对，这拢是你的心肝浓度的大兄阴谋。我唔对，那不是你大主大意，我伦伦甲他搁话嘞。这摆应该在我身躯边，但别接乌鸡集团啊！少怀，不要紧的，林叔啊，一定会理解。当当时你是少年，唔捌代志，才害伦伦无去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，少怀也是同款这种状况，唔知什么时阵才会当恢复。伊若继续安尼落去，我第一有志集团所付出的心血，那不就拢乌有去啊？我是不是应该爱开始计划，甲有志集团交我中资来接的？安尼反势会搁较好。好啦，少怀，当年迄个悲剧啊，无人啊愿意看到伊发生啊。好，你紧起来。啊，五哥。我只收到迄当阵。我甲你讲，大嫂是真无简单才清醒过来，伊的情绪袂当受过激动哦，好，我紧起来。大嫂，你莫阁伤心啊！我即马随予你看哦，我上爱看的卡通，保证啊，你一看就笑哈哈啊！我妈下落，我听到少怀知影。对吼，少怀比你早搁较清醒，就算讲会去影响到伊的智商，不过袂去影响到伊的记忆。卡通会当看我才看，即卖是胡林要出去行行的时间。少怀，要做伙去无？好啊好啊。你带因去行行的啦，阿妈妈哦，阿叔当有代志要办，我随便离开啊，你去。嗯。阿姨，我拄好要去办公室，我送你出去。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好，妈，我会保护大嫂的。喂，我来倒沙缸。我嘛来倒沙缸，唔免啦。那也好意思麻烦你。虽然进前胡林是你咧照顾，啊，不过即马这是我的责任。刚才讲我相信胡林会较介意少怀来斗相共。少怀，我来了。虽然讲今日天气袂歹，不过毛淡薄仔风，千万不能看到。那安尼，咱会带大嫂出门。少怀，我嘛要去。啊！哎呦，海姐啊，是讲你的脚伸出来是要创啥？蝴蝶，你的脚有安怎无？无啦，就雄雄着紧啊！哦，那安尼你着爱赶紧去看医生才会用的。那无你的反射神经也是出问题，安尼着害啊！小孩，咱来走。哦，小李勇，好。进口林子倩，谢林子倩。实在有够干巧，你想要拼过伊哦？
边仔是阿婆阿细囝，才拼。大伯。好啦，你若真正想要拼过林子谦，你有电话来。顺耍，我公司要跟你讨论。华嫂，是你啦，拢是我害。少怀，无查了后的代志，你是不是还阁会记？无查了，我会记得我刚才困足久的。我醒来的时阵，已经过足侪年啊。啊，不过泰国的厝内阁有伦伦的房间哦。大兄讲是为着纪念伦伦，唔敢动着内底的物件。那恁伦伦房间内底是不是阁有伊的物件？是啊，伦伦的玩具、甲抱咧困的小贝贝，拢阁伫个。啊，伦伦上爱迄个布偶仔咧，阁伫内底对无？什么布偶仔？就是狗狗的迄个布偶仔啊。我是听人讲，迄是伦伦上爱的玩具，就有纪念的价值。啊，我想起来，有。我起来的时阵，我看到，放伫伦伦的房间。阁会当叫人送来台湾，让夫人。让夫人看到，一定感觉足安慰的。你敢真正买迄个布偶仔？啊，不过伊已经无去啊。你拄则毋是讲有，现在怎麽阁讲无去啊？我起来的时阵是有看到啊。啊，不过大兄嫌这布偶仔好炸大碰一个王妈妈，看起来足垃圾的，就淡掉啊。迄是伦伦上爱的造型气球呢。阿嫂，你等我，我摕来给你，哈。杨家雄，爸面是要毁掉伊犯罪证据，才把伊身保安啊淡掉。只是，但无希望。你是卖这样死气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。杨家雄做遐尼侪歹代志，伫别个所在一定有证据。为着我即马伫个公司上班，我有足侪机会当去调查。你相信我，总有一天，咱一定当拆破伊个小鬼仔壳。医生，来请问一下，阮大家大概什么时阵会当清醒？这就歹讲的，歹看伊脑损的程度，有可能啊，马上会清醒啊；，嘛有可能啊，爱多几啊年啊；，嘛有可能啊，甚至啊，会变作植物人。植物人，啊，哪会这么严重啊？我是跟上麦总讲，讲你了解，你麦这么烦恼。我得靠过几天就清醒了。是啦，爸，别学白想，我得靠小太妈就清醒了。医生，好，你去看好不好？今嘛同你回护士啊，你现在该去讲话。今嘛夫人啊，上需要恁的支持跟鼓励，安尼对伊的病情更有帮助啊。医生，多谢你。袂啦。真是啊！我去叫医生吼。妈妈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啊？是不是有人害你的啊？小郎，你去讲，是小郎，你去讲啊！第二个，谁的？胡明啊！胡明啊！胡明啊！
味啊！